Party 12.12 boy， 咁佢叫你 show that 咧，呢一嚿嘢係一個主要 magic sequence 嘅一樣啦嚇，都係盡快做咗佢啦。T 二啦，除 T 一啦，證明佢有個 common ratio 啦。18除以6係3啦。T 三除 T 二係54除以18，咁都係3啦。然後 T 四除 T 三變咗162啦，除以54啦，咁都係3啦。然後 T 五除 T 四等於486啦，除以162啦，都係3啦。咁所以啦，你可以講啦，哦咁啊，呢個六啦、18啦、54啦、162啦、486啦，係一個 geometric sequence with common ratio 咧係3。所以啦，跟住你寫翻 Tn 喎 ，Tn 咪等於 a， 咁 a 係6啦。乘以 R 3啦嘅 n 減一次，嗱呢度有得化簡嘅，因為6同3咧，其實佢可以變做六可以變做2×3啊嘛，咁你慢慢拆咧就2×3啦，一次啦嚇，三嘅 n 減一次啦，咁所以乘翻開咧，其實就係2啦，跟住3嘅一加 n 減一啦，就變咗做 n 次啦，呢個係答案。好啦，然後 part B， 我叫你整咧，呢抽嘢都係 sequence 嚇，咁你都係逐個嚟啦，係咪？咁佢咧今次又麻煩啲。今次咧就應該係個 Q 一咧，即係四啦，就會等於 T 一嗱，佢咧就呢、這個六變咗四喎，咁點咧就係六乘以呢、這個三分二啦，估一估應該係三分二啦，六乘三分二咧就變咗做四嘅，咁然後 Q 二啦 ，Q 二都係啦，咁啊 T 二乘以咧又係三分二咯喎，三六一十八啦，六二一十二啦，係啦，三分二啦。咁你可以講啦 ，Q 三啊 ，T 三啊，又係有個關係就三分二啦。Q 四啊 ，T 四啊，又係有個關係啦，又係三分二啦。Q 五啊 ，T 五啊，又係有個關係啦，乘三分二啦。所以你可以講啦，咁跟住呢個四啦、十二啦、36啦、108啦、324啦，係一個 geometric sequence with common ratio 係三嘅，因為 common ratio 冇變到㗎，大家都係乘一個數。因為如果 common ratio 係變咗咧，其實就用唔到 a part 㗎啦。咁所以咧，跟住你就計翻咯喎 ，Qn 咧就等於翻 Tn 乘以2 over 三啦，咁就變咗做二啦，乘以三嘅 n 次乘以2 over 三，咁就變咗四咯喎。嗱，三 n 除三咧就變咗做三嘅 n 減一次啦。三嘅 n 次除以三啊嘛，咁啊呢個一次啦，所以 n 減一。